原标题：繁华即将落幕。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约翰·汤姆森镜头下的晚清风貌，北京、南京的一位与广州市西关地区的西关永边的文塔，人金阁二，中国一处景点三，南京明陵石像四，北京钟鼓楼五，北京钟鼓楼正面六，长城远景拍摄图，编辑纪管努学社青年会会员黄色中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